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第七案，请宣读。第七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十八人凝聚地震司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您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七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有没有异议？好，那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按您七分钟，并请分发表决卡。
报员会，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记名表决处理，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是否采用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赞成者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没有卡片的，好，没有卡片的，赶快分发卡片，赶快。是哪一位没有卡片？哦，洪文吉委员，好来好来，赶快赶快。你下好吧，我来给你讲。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3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七案，程序委员会有意见、有异议的部分来进行表决。那么报告事项第七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现在来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刘委员赵豪声明，对早上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八案，请宣读。第八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16人拟具《环境教育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八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来，针对点名表决，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八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八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立法案的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八案的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那么，高委员自彭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陈委员雪生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请宣读第九案。第九案，本院委员李彦秋等16人拟具《民法》第10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选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九案，本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那么。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九案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九案的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重复表决，所以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现在来宣布重复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十案，本院委员邱意莹等16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原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十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那么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0人，赞成34人，反对6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十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十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案的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那我们就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1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0案的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中委员嘉宾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请宣读报告事项第11案。第11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那么报告事项第11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那么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2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11案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一案的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3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便按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好，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好。针对重复表决，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便按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高委员、肖委员美琴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蒋委员乃新会委员洪泰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请宣读第十二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6人凝聚《烟害防治法》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十二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好，有异。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开始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就进行第十二案的表决。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十二案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二案的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69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好，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廖委员国栋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十二案的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第13案，请宣读。第13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18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13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现在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4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13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13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第十三案表决的结果，出席一百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六十七人，弃权零人，赞成的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十三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报告事项第十三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三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六十九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林委员维州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请宣读本案，宣读报告事项第十四案。第十四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十四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那由于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二人，赞成三十二人，反对七十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好，来，好，我们等一下再帮你宣读啊。那么我们现在针对报告事项第十四案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徐委员、曾卫、王委员、玉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报告事项第十四案的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这里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重复表决。对报告事项第十四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十四案重复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15案，请宣读。第15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30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原住民族权利恢复及补偿条例》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15案，本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第15案的表决，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15案的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第15案的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1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报告事项第15案，我们重复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1人，反对7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我们现在请宣读第16案。第16案，本院委员郑宝清等20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4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将司法解法事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16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6案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16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1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报告事项十六案的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重复表决，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十六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17案。第17案，本院委员陈雪胜的26人拟具《公路法》第7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17案。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17案的点名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4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17案提议改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中委员孔绍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报告事项第十七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十七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报告事项第十八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陈雪生的26人拟具《公路法》增订第78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十八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十八案提议改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李委员尽意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针对报告事项第十八案的表决，出席102人，赞成33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那么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十八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啊，这是重复表决。好，那我们进行第19案，请宣读。第19案，本院委员蔡宜瑜等20人拟具法院组织法删除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那么报告事项第19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19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1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四项十九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19案重复表决，出席101人，赞成34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20案。第20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19人拟具《图书馆法》第15条及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20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其为议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述阅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3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2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报事项二十案的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二十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二十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21案，请宣读。第21案，本院委员萧美琴的20人拟具《国有财产法》第52条之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行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21案，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报告事项21案点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报告事项21案的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四项二十一案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报告事项第21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21案重复表决，出席103人，赞成34人，反对6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报告委员会休息10分钟，现在休息。